别瞎说。另外一个螺丝给我一下。你们这破房子信号也不行。你爸妈现在不催你去美国了？怎么不催啊？他们现在生意挺好的，一直催着我过去帮忙。那你有打算什么时候要去吗？还没想好，先拖着呗。那你过去了，苏云锦怎么办？打包带走。什么东西要打包带走啊？喝不喝绿豆汤？我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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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。谢谢，谢谢。哦。你就这样，喝碗绿豆汤吧。哦，我突然之间有点事儿，我现在就要走了。嗯，不错，挺好喝的。我下个礼拜要跟陈姐姐结婚了。恭喜你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们要是家人就好了。这个你留着。周子怡送我的，他要结婚了。其实我不是故意对你隐瞒我跟周子怡的关系，只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毕竟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我是他的女朋友。这个混蛋，他没有错，只是不爱我。你后悔吗？应景，我要离开这里了。我接受了系里的留学提议，杜柏林圣三一学院，这是我可以选择的最远的地方。那你冬天冰天雪地的，一定照顾好自己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